各位好，今天来做就是搬家前的动作。那原本我是住2楼的，那等一下就是要把这一些搬到1楼去。那顺便检查一下，因为有时候后面那些太远了也不好交，所以要整理一下。那这就是大麦克，那大麦克在我这边长得非常好。好，那之前有看到我的视频的话，就是一开始就是很小很小颗啦，那慢慢的，就是会跳叶，这是，最后面的叶子，你看，很大吼。那这个是一开始的叶子，就是第一页、第二页、第三、第四，第四页就很大片了，然后它会越来越大片。那根长得很好，那你看，下面都会开始有根了吼。那再来。这个是之前刚换没有多久的俾斯麦观音莲，好，它长得也很好，就是有点那种犀牛皮的一个质感。下一颗，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溶液观音莲，那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春天还是怎样，它这个应该是它花苞吧？对，花苞。好，那因为这盆子有点小，所以其实之前有一些纸那个纸球就把它挖出来了。然后这是之前的一个纸球敷的观音莲，那这颗呢是哦有点重，半夜和国语，对。然后快速让大家看一下，之前这个是我种的，那这个已长小苗了，所以其实它很好长啊。啊，如果不清楚的话，可以看我之前的一个影片。好，那我这些是做，就是我的那个彩叶玉，之前买那个球根，好，孵出来的那影片，之后影片应该会出来啦。对，因为我等它这些，这颗是，应该是纯白，那这些还没有长出来，所以我还没有接。那其实它这个是球根，其实很好孵。那很奇怪，我说看这个应该是花，这个应该是花，然后这是抽芽。好，看一下，好，这个是它的花梗，花梗，然后这个是它的要抽芽的。好，黑丝绒观音莲，然后这一颗呢是我的华丽，好，华丽火鹤，应该是吧？看一下。华丽花主，对，这是华丽花主，哦，它也要开始抽芽了。然后这一颗也是黑丝绒观音莲，那这颗比较巨大一点，这颗是黄火鹤，那这颗是刚抽芽的一个新叶，那这个不小心折到了，所以它这个新叶的话一定会比老叶还要再大，所以它现在在成长当中。好，我就慢慢介绍，快速一点。好，那这一区的话，这是我的那个彩叶芋，然后白龟。那这颗的，在我这里已经长了，看一下哦，应该是两叶的。蓝莓水晶，这是在我这边长第一叶。那这一颗是这个是第二叶。好，你看它叶子就很大。好，明显，很明显。然后这颗呢也是蓝莓水晶，可是你看一下哦，不太一样。它的白色的话就跟这个就有差异，它是比较宽一点点。那这颗呢是希望水晶加黄火鹤，那也长得不错啦。好，那再来就是一样是白龟。好，那这一颗呢是小西瓜，到这边长得非常好。对，你看都变成月光杯了，很好看。好，这颗是花生，然后这些一些是我的西瓜小苗，
这个就是点点或是鳟鱼的那个秋海棠，因为秋海棠真的蛮好种的啦。龙鳞，好，我这边有黄火鹤一颗、两颗、三颗，然后这边还有一颗、四颗，加上之前介绍一个比较大颗的五颗，那这个就是我的那个秋海棠。好，那换完盆之后，其实你看长得很好，非常好。对，还有点太猖獗了。那这个是我的黄，应该是泰斑龟，好、哦，爱马仕桔梗，好、哦，无奈之心，好、哦，这比较大颗的一个黑丝绒。这个呢，就是我的原叶花主，好、哦，因为之前就是盆子不够，那就种两个，那等一下我就把它拿出来。好的，白斑龟，这个是我的独角兽。这颗和牛，那这颗和牛在我这边的话，它其实冬天有时候不太会休眠，就它跟我的长眉之心很特别。好，那这是我的铜镜，好，无奈之心。好，来这边要特别介绍这一颗，好，我的杰克林，对，杰克林这边来我这边长得非常好，就换完盆之后。好，我的杰克林这边，它这个也，抽新芽的话，它这个芽跟之前的话比较，你看很粗哈、哦，真的超粗的，而且它的新芽也开始抽出来那它的根也很好，长得非常好。那我这边的观音你的话，叶子都是疏水性会比较好一点点，好、哦，那也不太会浇很湿，好、哦，那保持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湿气。好，因为我怕它烂根，呵呵，对，因为观音莲最怕烂根了、那再就是我的花叶，花叶，你看花叶的花叶毛比曼牛，因为之前在做，说我在做，本来是明天吧，明天应该是明天要切，可是它今天可能太重了，它就都垂下来了，所以可能今天要做一些急救的一个处理。还有就是这个圆柄蔓绿绒，其实圆柄很好种。好，你看这是我之前的叶子，它也是越来越大，越大。好，那最近的话，它要抽新芽了。那这种蔓绿绒的话，或是观音植物，它其实它蛮怕风很大。对，你看风都把它吹破了。那这一颗。这个是水晶花主，好，那这个也是再过几，因为最近没有空，它这边的一颗本来是一颗是中心有一颗，然后可能突然长得不好，然后旁边就冒出四颗了，那可能过几天也要开始切。然后你看它这个是很大，好，那这可以长得很大，那比我的脸还要大很多哎。好，那它也要抽梗了。那本来想说这个要开始要切了，所以这个可能这几天要先把它切掉吧。好，那这是我敷的那个纸球，我用白虎山纸，然后不是用夹链袋，你看。好，如果你不要常常浇水，就像我这样子，那保里面有水珠这样就可以了，就放着。那等到它有冒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它拿出来种了。或是像这种半开放式的也可以。好，那这个有点重，我没有插那个铁丝固定，你看它整个都弯下来了。对，好，那。我要开始搬我这里的，还蛮多的，都需要整理。那希望换到新的地方，他们能够适应。OK。